Sam， 日子就一日一日咁逼緊啦，因為咧3月30日到4月1日嘅許冠傑此時此處演唱會02席最緊要好玩，冇啊！你真係好多頂帽嘅，就咧就已經大家即係全城知道啦。今次咧有兩樣嘢咧，大家要好緊緊嘅。第一就係嗰4個字係邊4個字啊？留港消費。冇錯，就係、是、阿 Sam 咧呼籲大家咧就係、是、留港消費啦。咁而因為阿 Sam 咧喺上一次嘅演唱會咧，其實已經千叮萬囑就話：喂，我要有好多嘅，即係我啲 fans 咧都要即係睇到我嘅演唱會嘅。所以阿 Sam 你又講下啦，個票價好平嘅啫，380。係啦，380同埋880，而且係大量嘅380喎，即係唔係就喺山頂嗰兩行喎？因為如果睇過舊年嘅嗰個演唱會嘅話咧、大家就要知道，哇！真係喎、哦，原來咧我哋有好大量嘅380蚊嘅飛，係啊，嚇、就係服俾大家嘅。咁呢個值回票價啦，1月18日啊嚟緊啦，1月18日嚟緊係咩意思呢？就係、是、我哋嘅優先訂購健康蛋，因為我好多謝阿 Sam 一直都相信好支持健康蛋啊嘛，我哋主辦呢、這個優先訂購1月18日開始。咁所以咧，大家記住咯，你哋要留港消費，你哋要一個好開心嘅復活節，一個最緊要好玩嘅復活節嚟緊咧，你哋就要睇許冠傑呢個演唱會喺紅磡體育館，係咪？咁啊，優先訂購有50張你嘅 poster。哦 ，OK。啊，咁啊，你簽曬名嘅咯喎。一定簽。係一定簽。好啦，咁你有啲咩要呼籲大家？希望大家到時一齊嚟支持我哋啦！我哋唱好多新歌，大家萬人搭唱，好玩嘅到時。係啦，好多驚喜。係啦，所以就叫最緊要好玩嚇。咁啊，等住大家嗱，記住啦，1月18日咧，健康蛋同埋輪住買咧就會有我哋嘅優先訂購。而喺健康蛋優先訂購嘅話咧，有50張親筆簽名嘅許冠傑演唱會嘅海報咧就會送俾大家嘅頭50位。OK， 喺呢度咧，我哋要預備嘅啦喎，你要 warm up 嘅啦喎。得得冇問題。我哋要去健身，我要跟埋阿 Sam 去健身。好、okay? ，等緊你。到时不见不散啊！健康蛋主办溥仪眼镜呈现许冠杰最紧要好玩演唱会2024，3月30日至4月1日，红磡香港体育馆，票价380，满880。健康蛋及轮住买，1月18日至24日优先订购。